设计的稀有叶绿粒卡片都在这本大卡册里，可惜 SDR 还有 LGR 有点少。走，逛玩具店去。其实金钻嘛，抽到 LGR 的概率很大。不这么急吧，别抽不到。柜上实在有四盒，九袋有五盒，买哪一种？决定了，都给我走吧。幸运的话可以有九张 LGR。老板，结账。拿着卡片到家了，桌子都放不下了。这张阿斌的，钱都出来吧。叶罗丽魔法，保佑抽好卡。米袋币袋的透明卡都跳出来，整个收获三张 T 级啊和十七张 TR 卡。来看大卡，我天，二级阿里公主开门红啊！拿出卡膜装进去，看看还有什么好卡。幼儿白光银辐射版，我还没见过呢。白光银仙子，金钻包原来也能拆出 CR 卡 ，SSR 就不干了，拆第二个，谁能出来吧？叶罗丽魔法召唤好卡。LGR 在哪里？加水王子金剑，不过之前这一张我有了。加人家现代装，这个我没有。米尔陈思思变身这一张好漂亮呀。LGR 秦公主又出一张，欧气爆棚啊！宰金三力第三盒，两位仙子保佑，祝我出好卡。加水王子七七重复了呀。ARP 可是舞蹈服，粉色边框，好温柔啊！又重复了，不是吧？这盒没有二千。第四盒全都出来，完了，这盒除了一些重复的，也没有二千。最后一盒，我要最好的二千。哇，第三张二千，与王立辉。五盒出了三张，还不错吧？这道小花给不给力？能不能多出几张 LGR？ 平时经常就敢玩，如果能把所有的版本都凑齐就好了。不过好卡太稀有了，果然没有 LGR， 还剩三盒，直接快进 AR 岩爵孤峰，又一张我没有的，这盒也没有 LGR， 剩下两盒，来吧，先看左边的院旁尊，新版本的就是帅。再次收获一堆好卡，最后一盒保佑出 LGR， 三宝台出现了。 LGR 在哪里？卡片剩的不多了呀，没了。虽然只抽到了三张 LGR， 但收获了满满一桌子其他好卡。总结一下，有三张 LGR， 六张 AR， 十一张 CR， 二十五张 TCR， 四十张 UR， 五十一张 SSR， 一百五十五张 TR。钱都赚到卡册里，真不错，又是完美的一天。